面有了，你可以从旁边进去比较快。啊，从旁边进去比较快。对对，你说你那个车刀200块。我有钱，几百块钱，几百块钱，五百钱，几百块钱，五百块钱，我从中间的，都点头。这个帮我拿一下，车刀。五百钱，车刀200。五百钱，五百一箱。哎不，来示范一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呀。我也不知道。五百块，我五百。真的？我。啊，无熬你放。哎，十八箱。喂，多少钱？一共存多少钱？多少？多少钱？先，多少钱来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个就无了，但是这边有多少钱？几钱？一共来钱？来几钱？连煮汤料啊，用真钱再拿来。多少钱？要几钱来钱？连捞啊，再捞啊来钱。哎，阿志清，四两个呀，嘉义还有剩一些，应该差不多快卖完了。四两个呀，现在，哎，我把没事，把现在，两包了来，两包来，把现在，现在两包了，不贵，两包好现在两包了，可以不交，两包现在两包，两包过来哦。对啊，是哦。好嘞，我你讲讲，那讲咩啊？做油啊，做油，不贵哦。你今日买几包？你不要回完了。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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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老大，两百块钱，我现在两百块钱，两百现在两包，两百六，多少？多少钱？我一样没钱啊。啊？八七来了。我无，做正来，做正来，别问啊，拢别问啊，别拢别问啊，都无啦，做做正这块就正来，正来，卡了几钱？正来，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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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刚刚那个客家人买完你们走了 ，OK？ 客家。以下没有虾子哦。对啊，对啊，不错。那个，因为今天虾子一大早就被卖，就被卖光，就卖光了。不卖我你啊！你把口气，把口，小心点，别你不要那，不要那过来，过来，到啊，现在来，你把口拿对外面钱来，掉你啊，我掉你五百啦，掉你五百，掉你五百来，不掉你五百了来，哎，不你啊，够十掉你五百了，哦，你把口来。这边过来。没有在，我感觉非常没新鲜，不能来在，我等下来给，现在来在，不来，阿哥做几下，我摆下来，我做几下起来，哥哥，做几下，十点五八，你我做几下，现在哥哥，五八六，五八好了，五八六，五八现在哥哥，五八块哦，来，好了哦，五万零五万，五万零啊，来，我就想运过来。我就想回家，不能回家，两百六，两百块来。后面那些东西是人家订的货。后面那些东西是人家订的货。四百一，能包好，能包六嘞，能不能包下来？能包好了，还包嘞？你叫几位先？包六包下来，叫姐先包六一百块。一妹。哦，请我们留比较快 ，OK 啊，没有问题啊，下次可以请我留啊。还不下来？你把包哎？我下来，请我啊，都凭留本位。嘉义本来就不用喊啊，嘉义本来就不用喊啊。五百五也下来。这个多只啦吼，这个看有啦，十七八种的啦，真系。五百嘞。我现在五百出来。这多只你看无？啥子？多只？啥子？现在五百出来。五百。四百了。三百了，现在三百了，四百三百真系。要七十五块呢，多只。要多只哦。真系啊，多只无真系。一只嘞啊，一只嘞！宝贝啊，真，三百三百啊！三百呀，你那个有嘞？你看三百嘞？哇，也是今天稍微回落点价格，赶快买！你等下下礼拜就不，下礼拜就没有了。宝贝，爆了，这个姐姐爆了！来，亏几千米啊？爆了！无啊，无只，只只尔，你讲啥？一头东，只啊，一百五百，一
薄五百，两薄两几百尔，两薄多钱啊？哦，两薄啊？来。哦。一百块啦，可以啦，你到这个你放，到这个你放，一百块啦，一百五啊，金苹果呀，要不要购物？功能是，你们到金苹果是不是？哎，你各位结婚？我这三百，这三百。金马路过来不？金马路过来不？不然不金马路。马路过来。你只买卖一百块尔啦，过来不？只买卖一百尔。只买一百块卖哦。啊，黄鱼卖哦。啊，鱼卖哦。龟头的。陈世龙啊，我讲三只鱼卖。四条我杀的。你那不是比我多只，老四条我了。一老四只尔，开几只几尔？我跟他笑，你当时才没打。我跟他笑。他说我没跟你说啊。你这个病啊，你这个病啊。陈信宏啊，你就几头都敢拿一只去。陈信。当时才没打。来。几头都来。没有。带你命啊，你不来。中国也是以前的陈信宏。伊会讲老子教你啦，顺你拢可以，拢可以。不去问我教，我用衣服啦。好啊。就一箱，一箱看就一件，我就回衣服不要完了啦，衣服不要完了，你可问我教我啦。以前的陈信宏伊都嘛呢，风来。啊，即卖陈信宏会讨价还价。三个哦，三个东西哦，两百四百两是生意，三个啊，四百两。好，可以。沈军，今年不输嘞。我一下想想回忆哎，今年就干完了。还有一下哎，苹果罢了。免一千几百，五百拢免啦，怎来？三百六，赶紧再吃三百，你买个你有得吃啊？黄鱼粉没有黄鱼，赶紧再吃三百，你十五分到，三百你就无得买啦。而且现在三百块嘞，而且现在三百就来。我现在没有要留咯。刚才吃三百你无得买啊？开工直接过来拿。三百块嘞，现在三百就来。这个时间我不留咯。剩黄鱼大师的，我剩黄鱼大师的，来过去，你现在过来多稳，带你拿个手机过来，然后准备，我走了，
你花偌济？你个花，你敢花？一下，就一下，这个就一下，这个一下，五元还无？三百了啦，三百。哎，我喜欢看这眼毛来，三百。对啊，这条鱼个贵啊，贵啊，贵啊。这嘛三百，这这两百两的，这个多钱？你这来？你这都这头一头鱼买两百。上街上街去走。这买就买个买哩。是啊。好啊。伊就是惊啦吼。惊惊是哪？是咩啊？是咩？惊惊是咩？倒客兄啊！有啥物好惊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有啥物好惊的？惊？你有去做吗？有啊，有啊。哇！怎么样？哦，无影。好。哎，无骨你看，今天就是这样子。现在九点，现在九点二十三分，早一个小时。今天早一个小时哦。嗯。啊，无你要卖偌久？今日卖你最好诶。哎，我这没卖过。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快。那个苗栗的那一个还没来，那个苗栗那个有留货的还没过来，今天太早了。那个后面还有他的啊，后面那些东西是他的，后面那些东西是他的，还没来。今天这样很不错啊，这样子我回去可以早点处理我家狗狗的事情，这样今天这样很好。那你最近在做啥？六点。那叫阿妹姐把带起啊。哎，带起。台北淡水何时来？没有去台北淡水哦，没有要去台北淡水。好，那我们就到今天就到这里哈，我们准备倒数计时，他们在收尾了，现在剩下就等那个客人来，那个留货的客人来，吴新慈啊，吴新慈，倒数计时，五。是今天就到这边哦，三、二、一，拜拜，收播。呀，龙龙啊，龙啊，死掉啊！我到不行啊！我讲你拜托诶，你上班袂过手机啊咧？